许多房屋手拉手出来玩耍，人们看见了争先恐后的要他在呜呜呜，唉，大概是太重了，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哭。许多凡物手拉手出来玩耍，人们看见了争先恐后要他在呜呜呜呜呜呜，大概是太重了，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哭。凡物手拉手出来玩耍，人们看见了争先恐后要他在呜呜呜呜呜呜，大概是太重了，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哭。火车，许多房屋手拉手出来玩耍，人们看见了争先恐后的要他在呜呜呜，大概是太重了，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哭。许多房屋手拉手出来玩耍，争先恐后要他在呜呜呜呜呜呜，大概是太重了，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哭。火车开动启程，本来是开心的，但他却哭了，这让人不禁想到如今孩子上学的写照，上课求知识该是快乐的，但书包太重，课业压力让人想哭。许多凡物手拉手出来玩耍，人们看见了争先恐后要他在重了，所以他一面走一面哭。